这用的是旧的棉片还是？好开心！我没想到的什么？家居？什么？家主？三个都是有。哦，叫家里家居？对呀、啊，什么家居？房檐。哦哦。哦，家具，家具。是洗漱台。洗漱台。哦。为啥叫洗漱台？我也没懂。就是团里需要有，就是帮忙洗漱，就是要打扫啊、清理、收拾之类的。哎，真的有，真的有洗漱。宽哥真的有，宽哥真的有，真的有，他真的有，还是二楼。哇，于斌去收拾房间啊！有一天呢，我们在于斌的房间，就大家收工早，然后大家就去他房间聊天，叫了点外卖吃东西。然后呢，海派进来，他一句话也不说，东西也不吃，开始在帮他收拾房间。收完了以后就走，嗯，悄无声息。不懂，挺好的。我是因为当天晚上，第二天得去工作，所以待了一会儿就回去，所以没有跟大家多聚，所以还挺遗憾的。那天天后来又发生什么？就唠家常呗，大家好不容易都聚在一起。那个蛋糕还挺高的，那个蛋糕它高了，就是它移动的时候会随时到达，然后它一层好像得有感觉得有30厘米，快1米。四底下。嗯。你还问我上次拍那个，就拍不夜天的时候，对，还问我拍那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收工的？对，是一个星期吧。连续一周，从晚上大概6、7点开工，对啊，拍到第二天7、8点，就是天黑到天亮。嗯嗯。然后这样早上我们就可以去吃早饭。对。嗯。就是在剧里面，就是看到就二位哭泣的时候，我每次还挺伤心。未完待续吧。嗯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希望给江辰写一个比较好、比较圆满的一个结局，就希望他的后半生能过得开开心心的这种，因为他一生中真的起起伏伏、大起大落真的太多，希望他可以有一个快乐开心的后半生。哎呀，我不要那么累了，我就是希望这个剧里面的人。每一位都能身体健康。会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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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的。好，好，他们一定会的。三个一起嘛，这玩意儿挺好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啊、你想去哪儿？我想去海边。嗯，都可以。我最近就是还挺想吃海鲜的。啊、嗯，那么可以去你那吃海鲜。嗯，对，吃喝玩乐啊，然后可以淘宝啊，淘宝，就是大家一起经营一个店，也挺有意思的，到最后会有成就感，嗯，挣钱的那种。不是我的意思，就是有一个比较丰富的经历，就你要开一个店，但目的不是为了赚钱，那怎么养活自己？就是你可以学到一些生活技能啊，然后你学到一些就是平时拍戏学不到的。对，中餐厅里面吃也行，有吃的。那个不是让你去吃，就是那个是让你给别人做饭吃。做完了以后，我们自己不是还可以自己有午餐、晚餐？好好好，可以，非常非常可以。我有时候就是，如果我看音乐剧，或者我看一些比较文艺的画，我喜欢分享。嗯，还好。你也没有分享什么吃的，分享吃的没有啊，大家都能看到。对，我会发手办。啊，对。嗯，就是篮球的，就比赛的一些感想，加那个 HT 复仇者联盟的手办，限量款的，到了我就要发一下。那倒不至于，就是。手办的话，就无非就是复仇者联盟4里面的那些，就基本差不多都有。嗯，
银河护卫队的那个人组，然后还有那个神盾局的那个三个人，然后再加上那个萨卡他那个护手，然后还有队长他那个朋友，就猎鹰啊、快银啊，然后还有飞鸣啊、幻视啊，就他们写，然后再加上之前就是那个反浩克装甲，那个是我不是太会入手，然后现在就特别会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作者斯坦利。恭喜你打开了海豚老师的话匣子。对，但是我一般就是收藏漫威，就 DC 的话。相当少 ，DC 的话，我只收藏了 DC 那个蝙蝠侠，然后还有那个 DC 那个小彩，就希斯莱杰那版，那个英雄版，那个现在不太好买。那个如果买的话，就只能是二手，现在全新的不太多。我们都会加餐了，其实还不错吧，我们都会加餐呢、啊。就虽然我们吃的都是什么，就比较清淡。剧组的那个土豆特别特别的好。